好好的怎么就发烧了呢？我也没干啥呀，我就是淋雨买了个冰激凌，然后回家洗了个冷水澡，我吹头发就睡觉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冒呀。你哥这叠 buff 呢？那你好好休息吧。好难受，要是多宝在就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房间都还没收拾。你还好吗？啊，我给你带了药。不要紧的。哎，挪威的森林。哦，我原来打发时间的。想不到我们趣味相投。村上春树，不是500吗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当我将你心儿摘下时，我看你是把脑干摘下了。你怎么摘下来？薄的要这么叠，厚的要这么叠。你也真是的，平时不好好整理，衣服都堆在一起，乱糟糟的。妈妈，我过得很好，不用担心，让爸注意身体，晚安。演得好，很感人。来，妈妈给你讲睡前故。靠，我怎么也入戏了？我妈才不是这样，我不睡她只会打我屁股。很累，正酣然大睡。真好看。她的惊险应该没关系吧？我操！我该怎么解释啊？今天你可以开车来公司接我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准备回家一趟，行李直接带到公司啦。你明天送我去高铁站。是吗？你在干嘛？想你啊。敢敷衍我，吃屎吧你！不是你送啦。好啊。哎，等会儿听我解释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哎，多宝真温柔啊。多宝，昨天晚上确实是我不对。你松开。这48秒他经历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太凶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昨晚我只是想冷静一下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你能别不理我吗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的世界没有你的声音，我会对身边的一切都失去兴趣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拍电影吗？摄像机在哪？你能先把这个不合时宜的音乐关掉吗？你到家了吗？哎呀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吗？不哄个10遍8遍，才不会原谅你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你明明还在生气啊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宝贝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宝贝，你理理我嘛好不好？今天要是不原谅我，我睡不着就觉的。叔叔，娟儿啊，你朋友啊。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，人家睡不着就叫我。在家不用化妆的感觉真好。咋都把我、啊、他看到了我的痘痘、细纹、黑眼圈，终究是到分手的地步了吗？不好，是我呀，我给你送早餐来了。哇，是真的吗？那你先打个招呼啊。你等一会儿，我想以最美的样子迎接你。啊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吵什么吵？杜波，我真美。哦，把它给忘了。久等。哇，好美啊！别慌了，你手电化到了好吗？哪有？人家也就是浅浅画了一下，但是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。讨厌，进来吧。不就涂个口红吗？啊掉地上不到3秒还可以吃。谁说的？我的地板2个月没扫了。节约粮食，叫不拘小节的男人，你怎么顶得住？我这是求婚了吗？想不到我的婚戒是个包子。
爱心。想不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就这样吧，待会走的时候不要回头。这我闺蜜。闺蜜呀、啊、我们都想真的。大哥，你这怀疑全写脸上了。啊哟，你俩还谈着呢。就知道这婆娘没逼好坏。她说的是我最近在谈的一个 很麻烦的项目。谈项目我有经验，你可以随时问我。正好我自己都不信。这太阳真好。嗯，冻死我了。三秒钟再不出现，我就立马分手。三、二、一点五。干嘛？嗯哼。今天好土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我也才刚来一会儿。你看你穿那么少，当心别感冒了。还好啦。哼，所以土就土，男人贴心就靠谱。哥的风就让你羡慕。嗯，我靠。嗯，大妹。嗯。还是算了，我不冷。外面风大，我们还是室内活动吧。都行，我听你的。哎呀，终于不用约满了啦！我靠，到底是什么小品味，能让你们搁这玩消消乐呢 ？Unbelievable！ 这家还挺……你们两个没想到，真有品味。这什么呀？马上要过冬了，我亲手给你织了条。贝贝家，操，都拿错了，那是我毛裤。多宝，你真温柔，很适合你。就是，要不我再改改？不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再也离不开他了。还有你。久等了。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你猜。不是情人节，也不是我的生日，100天纪念日不是刚过吗？逗你玩的，什么也不是。我就是看到这个东西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哼，长大了。噔噔噔噔，喜欢吗？你来了，迟到了20年的圣诞老人，喜欢。快递，91少年的梦在家吗？怎么刚好这个时候？我猜这个91少年的梦，现实中一定很丑。我也觉得，越自卑的人才会用这种名字吧。91少年的梦，走，咋不吭声啊？这么没礼貌啊！这是，敢笑出来就分手。感觉四季都变慢了。怎么了？校园的青春回忆激发了他的浪漫基因。该换5G手机了。没期待就不会有失望。小心。来了。英雄救美的机会，我是美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哥们。333来吗？好啊。哎，你有跟他不一起吗？哎，他不会玩。我发誓不会再期待了。